美国准备把滨海战斗舰增加到8艘用来对付中国。美军称一艘滨海战斗舰到南海，中国需要3艘军舰才能应对。滨海战斗舰优势是速度很快，又是模块化设计。在南海面对中国军舰真的有优势吗？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最近呢，这个美国呀是准备把滨海战斗舰从2艘增加到4艘，然后未来增加到8艘啊，说用这些滨海战斗舰来控制南海，搅局南海。包括美国这个海军第七舰队的司令也说啊，这个我们的舰艇啊到南海啊去进行啊航行的时候，中国的海军要用3倍的兵力啊才能看住我们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去年啊，你看疫情这么严重啊，可是我们的这个军舰到南海去之后呢，把中国海军的这个原来的计划啊搅的是一团糟。那么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就分2点来说。第一，就是美国用滨海战斗舰能不能够控制住南海。因为我们知道滨海战斗舰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速度快。因为一般的水面舰艇是绝对达不到40节以上的速度，而它达到45节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这个一节是 1.8 公里，你想想这个40多节就相当于每小时70-80公里的速度，哪有水面舰艇啊能跑这么高的速度。所以滨海战斗舰啊，这是它的一个长处，就是速度快。再一个呢，当初设计时候它是个模块化的设计，就是说我要打你舰艇的时候，我模块化装的是反舰的导弹，我要打你的飞机的时候，那是防空的导弹，它要更换模块包。但是呢，你更换模块包这起码要用24小时的时间，还要回到基地里边去更换，这就带来问题了。当你在海上准备反舰的时候，突然飞机来了，你还回去换模块包吗？这不可能嘛。而且它的新技术采用的太多，所以也是出现过断电、漏水等不少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也可以说如同鸡肋啊，就是这个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你说像这样的一个3000多吨跑得快的这么一个舰艇，它弄2艘弄4艘就能控制住南海吗？我想着根本做不到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就是美国的一厢情愿。那么我们再看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的这个发言啊，他说他来一艘舰啊，中国海军就要用3倍的兵力去看着他。我说呀，不止3倍，是4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民海军的舰艇和他一对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空中还有陆基的飞机，还有海军航空兵的飞机，这又是一部分兵力吧。我们还有火箭军的导弹对着他，所以美国的海军在我们的周边如果进行军事挑衅的话，实际上我们看着它的兵力是很多的，包括雷达部队、导弹部队、水面舰艇、水下的潜艇，包括空中的飞机。如果啊，就是他要搞所谓航行自由，那你就走你的路，哎，只要你敢侵犯我的领海，那我们必然啊，就是要对他进行警告、驱离啊。那如果你再侵犯我们的领土啊，对我们的领海有这种啊侵略的意图的话，那就是葬身海底了，有来无回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就是他说的啊，就是中国海军要用3倍的兵力啊，那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安全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他说把我们的这个海军的计划搞得一团糟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海军呢、啊、在进行这种演习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很多的演习啊都是实兵实弹。那现在的反舰导弹一打都是上100公里，那你总得留出一定的余地吧，就是这个舰艇飞机在一定的海域里边，它很大一部分是公共的海域啊，所以要进行扫海，就是不能让其他的舰船来进入这个区域。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个区域以后，那个实弹发射啊，无论是导弹还是火炮，那都是非常危险，它是实弹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要进行扫海。那美国人呢，哎，他就给你捣乱，哎，你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搞演习了，我一会儿从这儿来进来看看，一会儿从那儿进来看看，所以你要对他不断的进行查证驱离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说的把我们搞得一团糟。但是从这些捣乱的行径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就是我们怎么对付他啊，从哪个方向拦截他，然后我们的导弹
怎么射击或者是怎么变换方向啊，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总结出了经验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后来实弹射击对于美国的这个干扰啊，就是你想干扰我，我正好拿你当靶子啊，就是当然我们会采取安全措施，不会真正的把它误击误伤，但是我们也是一种实战的演练。所以对于这样的美国想用滨海战斗舰来控制南海的这种企图啊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是它根本达不到目的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